大家好，我是家有四宝。现在这个地里边就剩下这个干的玉米秸秆了，这个打包机用不上了，今天收拾一下，把它放起来，来年再用。好多网友在问关于这个打包机的问题，今天给大家一一的做一下解答。这个打包机是有14500的，也有20000左右的，我这个是去年最新款，19500。这个东西是一分钱一分货，然后这个网子是，170多，可以打500包左右。也有用那个麻绳的，麻绳的现在，没有这个网子的好用，已经都淘汰了。这膜是10公斤的，130多，这一卷膜要是。包两层的话可以打100包左右，包三层的话打70-80包，整体算下来光这个包装材料，这一包草的包装材料是2块钱左右，这一个草包，水分小的在100斤左右，要是水分大点的可以达到140-150斤，这样整体算下来一吨草料的包装成本在30-40左右。